洛伦下班啦，今天送我一程如何？好啦，我来送你回家，上车啊，并等待这个大地上车。车子在前面啊，好，等我一下啊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我以为是你要开车载我回家嘞。好啦，载我们的这个警察局长帕蒂回家。长官，国庆假期有什么计划呢？你还指望假期？等加班吧，会有行动的，不是有值班的吗？这次行动不同，可能会要求全体站岗大行动，你懂的。不会吧，我都计划去夏威夷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行动呢？洛伦，我已经够多嘴了，长官透露一下吧，我只是想知道自己还有 无度假的可能。洛伦又来了，请注意纪律。我知道错了，长官。看一下我们的长官，这么瘦弱，居然是我的长官啊！不可思议啊！哦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又过头过头啊！还有两个点，拜拜，洛伦，记住休假取消的事情，别和其他人乱说。他娘的，这娘们的嘴比他的腿闭得更紧，想安慰两天可真难啊！就换身便装，然后去接头地点报信。把车放这里吧。换一身便装啊！轻便服装，便装，哈哈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哎，啊，怎么没有选项？哦，应该是要我自己换衣服是吧？这衣服有在卖吗？没有啊，这里哎，这有鞋子可以换啊。要去这个大世界夜总会是吧？哦，我先换一下衣服啊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边换一件衣服啊，好不好？蓝色 T 恤，算 Polo 衫吧。然后再来开我可爱的休旅车，前往这个夜总会。好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转过去了。大世界，我与漆黑。今天是四月的周三啊，街头人应该是穿白衣色 T 恤，然后有个野猪图案啊，进入可以找到他。好，我们先下车看一下里面的状况啊。My boy Mike, good to see you. 哎，进来啦。Can you ask the DJ to play some hardcore? 他会在哪里呢？ Let's go somewhere with a little more privacy. 找到街头人。街头人是怎样？县民吧，这翻译怪怪，应该不是这一位老兄。Hey baby, wanna
不要，你走开啊！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应该不是这位老兄。到底在哪？欸，这里有个保镖跟我说他在这里啊，等我一下，应该是这里。欸，这里有个人啊，就是他。先生打扰一下，请问你的 T 恤是哪边买的？洛城国贸中心亚龙湾南岸。好的，可以出来细聊一会吗？话说为什么要问他衣服哪边买的、难道是暗号吗？走出夜总会找到隐秘处啊。欸，让开，不好意思啊。有跟出来，有欸，有跟出来欸。这里可以谈吗？这里可以谈吗？不行，不够隐秘。那走吧，我们去桥下，桥下就够隐秘了吧。哇，他怎么比我还快？好了，我们来谈正经事啊，日子不错嘛，没事叫个鸡还可以公费。这能怪我，你好几个月消失的像空气一样。对，他是卧底，少废话，赶快给我拨个电话。喂，老大，三英要见你。他叫三英。老大马上要坐飞机啊，让你两分半内赶到。两分半内到机场与萨姆碰面。两分半，天哪，这个要飙车也飙不到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不是我的车啊，我车在后面。哦，太忙了，赶快，要迟到了。哦，终于赶到了。萨姆，你就在车上等我了是吧？我居然还撞到车子了。因为要上车跟他讲话就对了。洛伦，警察做得不亦乐乎了吧？其实你们少见我是好事啊，我一来说不定就是麻烦来了。什么情况？国庆假期期间你们是不是有动作啊？这个不确定，对我保密是吧？我了解。这对你有好处的，好吧？他们国庆假期有大行动，具体的我这种级别人无法得知啊。然后呢，只能临近行动才会得知具体任务啊。但我如果我那时候报信，很容易暴露，所以我需要一层保护，一个替我做这件事的人。我做这个太久了，他们已经在怀疑有内鬼。你是想找个代替羔羊？有适合的人选吗？汉克，抱怨待遇差，没什么正义感，急于改变现状。哦，你有人选那就好办了。放心吧，你会受到最高级的保护。让我早点从那个条子窝里面出来才是最好的保护。哈哈哈，好好干，一切会有的。
sit right down and talk it through. You found a little love and give it back again. Is it supposed to be this hard? 'Cause you're tired of sitting here on your own.